凌晨两点多，十字路口小货车路口停等一下，起步往前直行，路口才过一半，下方机车高速行驶，刹车不及撞上后车斗，机车甩飞，但其实却卷进货车车底。啊，你甩飞？没错。你搞条明天。骑士大字型卡在货车车底动弹不得，腿部骨折，身上多处挫伤，痛得不得了，用手拍地大喊救命。人家在车下，没办法呼吸。打刀了，救护车来了。附近民众听到车祸声响，纷纷跑出来帮忙，拿千斤顶把货车顶高，将骑士救出脱困。货车从这边左转，然后就撞到这样，然后他就被压在货车底下。骑士送医治疗，没有生命危险，但车祸发生前，十字路口闪红灯方向，货车停等后才起步，机车则是闪黄灯要减速通行，但骑士却用力催油门，结果天雨路滑失控撞车，经过酒测值0.28毫克，明显超标。医院对该名机车骑士进行酒测，酒测只是0.28毫克。骑士跟朋友喝酒聚餐到凌晨，返家途中路口没减速发生车祸，加上外头下着雨，这一摔卷进车底，不仅差点被碾毙，全身是伤，还被移送法办，酒驾代价好大。记者王家庆、王书宏高雄报道。